27. 27. Ouais. 27 finish. Yes, finish. Oh, are you okay? Oh, are you okay? Oh. 双河洞就是这样一个复杂迷人的地方。洞穴学给人的乐趣就是在于人们可以自己提出问题并自己想象答案，之后再去实地考证。如果没有洞穴测量技术，这一学科就会变得不可捉摸，甚至是不可获知的。可是怎样才能测量出一个像双河这么庞大的洞穴的长度呢？办法只有一个，一段一段的测量，把谜团一个一个的解开。把两个组今天测量的数据计算后，在这一阶段的总结数据中发现，此时的长度增加到了96公里，并从地图上意外地发现，双河水洞的最下游竟然和皮霄洞的入口重叠在一起。这几天探测下来了，它那个长度已经达到了这个96公里，但是有这个现在的难度越来越大，因为有很多时间，真正工作时间不是很多，有很多时间用在这个路上。那么，但是通过中法双方的这个专家的努力吧，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96公里。看来这个，要达到我们的计划超过100公里，这一次基本上看来能够完全能够达到。别难过，飞走的小风筝啊，只是想回家了。回家。对，你看，风筝的家是多么美丽啊！用心让世界多彩，1670万色。真精彩，诺基亚6131，治脚气，光止痒还不够，有脱皮水泡，证明脚里面还有顽固真菌。达克宁，深入渗透，杀灭顽固真菌，杀菌治脚气，请用达克宁。想要喝百事吗？现要赢了这场比赛。是哒哒哒环盖神秘巨星等你约，球星礼品任你赢，赶快哒哒哒。别难过，飞走的小风筝啊，只是想回家了。回家。对，你看，风筝的家是多么美丽啊。用心让世界多彩，1670万色，真精彩！诺基亚6131，治脚气，光止痒还不够，有脱皮水泡，证明脚里面还有顽固真菌。达克宁，深入渗透，杀灭顽固真菌，杀菌治脚气，请用达克宁。火热七月，赛事连连，陕西七道带您体验环法自行车的紧张刺激。关注2006中国乒乓球超级联赛国手风采，展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无穷魅力。陕西七套，精彩无限。2006年7月8日，陕西电视台记者崔佳、黄华成功登顶6168米的雀儿山主峰，他们再一次刷新了勇者无畏记者攀登的高度。恶劣的天气，艰难的道路，磨砺着勇者无畏的光荣。不断进取、勇于攀登的品质，锻造出勇者无畏的精彩。勇者无畏，值得期待。Thank you.
段增加的长度，百公里的期望，亚洲第一的目标，这些能否实现？敬请关注探访中国第一长洞，走向地心。带着两个洞是否相通的疑问，队伍又再次来到皮霄洞。为了揭开像蛛网一样神秘的双河洞，队员们准备从它的上下左右各个侧面进行突破。这回队员无暇顾及周围的美景，径直走向了洞的深处。为了能更进一步探测到洞内的情况，证实两个洞是否相通，队员们只有下到这个有很大水声的竖井下面，才能有新的进展。法方队长让布塔西第一个下，他是第二次来到双河洞了，他凭借着娴熟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，很顺利的就下到了竖井的底部。下面很黑，什么也看不清，只能听到哗哗的流水声。接着是塞班斯蒂安，他看起来很小心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一个下降的动作。洞里的岩壁非常湿滑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滑倒受伤。女队员克里斯汀娜也下来了，别看她是个女的，她的 SRT 技术相当熟练，很多艰难地段的数据都是她测量的，所有的洞穴走向、形成角度都是她用手中这个测量仪器来测得的。经过三名法国专家的探测，皮霄洞竖井下面是暗河，根据暗河的流向推测出暗河是流向阴河洞的。这个是一条暗河，一条暗河的一条支流，它那个瀑布，那是刚刚我们看见的是瀑布，然后这个水呢从山的顶上，通过一些裂缝、一些小的洞隙，它会渗透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水会最终会汇到。